进行时，蓝正龙、安心雅闹绯闻不避嫌。老明星的绯闻如今只能博人一笑，而年轻人的绯闻却有模有样的进行着。今日台湾偶像剧妹妹举办开镜记者会，男女主角蓝正龙、安心雅齐齐现身。早前两人因为合作电影传出绯闻，此次再度合作，两人却一点不避嫌。蓝正龙更是直接在脸书上向安心雅饰演的周继威表白，惹得安心雅颇为尴尬。应该是爱上那个角色了，对啊，就是因为我看那个剧本，因为立刻爱上戴又廷。不过两人如今都是单身，因戏生情也不是不可能嘛。这不，安心雅在现场就夸起了一向被人说臭脸的蓝正龙来。就是一开始就真的觉得他很冷酷，然后不太理人。可是就是拍了几场戏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他可爱的地方，就是人很亲切，其实，然后他其实人很蛮好笑的。小编点评，要不两人就发展发展喽。